运动减肥最怕什么？反弹、平台期，坚持不住。不是你练着练着不仅身上没瘦，心里也没了谱，不知道什么阶段该做什么训练，每晚对症下药真的很为难。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练 H2次健身计划就够了，每周都有科学的健身安排，帮你一步一步攻克减肥难题，看到自己的蜕变。第六周运动计划开始了，想瘦就练起来。 H2次健身计划，每周练三天，每次30分钟，坚持24周，身材好的爆炸。 H2次健身计划是一套为期24周的科学减脂方案，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级三个阶段，每8周提升一个阶段，逐步增加运动的难度和强度，加速脂肪燃烧。第六周这样练，开启燃脂加速度，每周只要练3天，每次运动30到40分钟，攻克全身肥肉。第六周燃脂马上开始，训练一，器械训练，加强你的力量。第一个动作60秒，其他动作30�秒，每次重复3组，组间休息1到3分钟，建议约30分钟内完成。动作一，抱膝跳，动作要领，收紧腰腹，双腿依次抬起，抬头，用双手去触膝盖，注意事项，脚踝和膝盖放松，腹部始终保持绷紧，整体有一定的弹性，自然呼吸。动作二，哑铃组合，动作要领，自然站立，将哑铃提拉到胸口，略作停顿后，发力将哑铃向上推起，缓慢将哑铃按原轨迹下落。注意事项，挺胸收紧腹部。动作三，手臂反曲，动作要领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站立，呼气时手臂抬起哑铃，吸气时缓缓蓄力下落。注意事项，收紧腹部核心，倒臂紧贴身体。动作四，香蕉式，动作要领，屈腿侧卧于垫上，右臂弯曲放于垫上，左臂曲肘放在左耳旁，呼气时将肘关节靠近膝盖，吸气下落。结束后换另外一边。注意事项，发力时侧腹部要有强烈的收缩感。训练二，徒手训练，增强肌肉耐力。第一个动作60秒，其他动作30秒，每次重复3组，组间休息1到3分钟，建议约30分钟内完成。动作一，看和跳，动作要领，抬头挺胸，手臂用力绷紧，用肩部力量抬臂，双脚开合跳跃。注意事项，腹部始终绷紧，整体有一定的弹性，自然呼吸。动作二，俯卧撑，动作要领，双手与肩同宽撑于垫上，吸气时向下靠近地板，呼气时推起。注意事项，保持腰背挺直。动作三，深蹲吸腿，动作要领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站立，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，双手抱拳靠近脸颊，吸气时膝盖弯曲下段，呼气时提左膝向上靠近腹部，左右腿交替进行。注意事项，全程保持腰背挺直。动作四，动态平板支撑，动作要领，收紧核心，背部挺直，前脚掌撑地，手掌与小臂依次着地。注意事项，全身保持稳定状态，尽力减少左右晃动的幅度，自然呼吸。训练三，慢跑训练，增强心肺功能。本周慢跑训练时间为20分钟，提高心肺功能，燃烧多余脂肪，增强肌肉耐力。注意跑时循序渐进，速度由慢到快，跑完千万不要马上停下休息，需慢慢停下，跑后依旧要记得进行拉伸，帮助肌肉放松。放松动作，每一次训练后都要进行5分钟的拉伸放松动作，帮助肌肉乳酸代谢，加快修复肌肉。动作一，脚尖伸展，动作要领，屈左膝，伸直右脚，勾起右脚脚尖，双手抱住右脚脚尖，腹部靠近大腿，感受用小腿后侧的牵拉感。换另一边重复动作。动作二，臀部伸展，动作要领，自然站立，挺胸抬头，抬起右脚后双手抱住膝盖，直至右侧臀部有凝聚牵拉感。换另一边重复动作。动作三，侧腰伸展，动作要领，双腿交叉，左腿在前，
左手抓住右手手腕，借力向左侧伸展，注意右侧腰有牵拉感。换另一边重复动作，动作四，肩部伸展，动作要领，身体站直，右臂水平伸向左侧，左手套住右臂肘关节，左臂间接向左后侧用力。换另一侧重复动作，动作五，手臂伸展，动作要领，身体站直，挺胸，右臂张举至耳边，手掌去触碰肩胛骨，左臂扶在右侧肘关节上，关节最大幅度折叠向左后方拉伸。换另一边重复动作，动作六，背部伸展，动作要领，臀部坐在后脚跟上，双手向前伸，身体自然而放松的向前趴下，注意腰背部有牵拉感。每周只运动三天，轻松练出好身材，不要在别人秀身材的时候你却在偷偷藏肉，有了减肥的念头就别等了，跟上 HR4 健身计划动起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